见我了然，坚持想走你只此歌一半，此歌一半。唱的音不准哈，稍等一下，等一下哈，这个问题有点低耶。等一下，等。车轻跨一封冷战单，冰山描绘的孤单。这种歌带一点说唱的，所以你唱的时候不要感觉真的像自己要唱似的，要带说。苏培够了，它有一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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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点拽拽的、屌屌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唱成苏培够了，就把它唱没那个味道了，你知道吗？再加一点那种味道进来，稍等。你看你的第一句老是交代不进去，最前面那两个字很重要，你怎么配狗都听不清楚。苏配苏配苏配狗呢，哒哒哒哒，那个很重要，那种感觉完全没有哈。自己配一下。那你现在还是比较唱死木火比较好一点哈、不要那么特意去那个什么，先按照你的感觉来唱唱吧，我先听一下啊。OK。就这个很重要，这一点点感觉哈。如果你这样只是很平淡的把这个歌用你女孩子的声线唱出来，不是不行，也就是也有它的一个美在里面。但是这个歌呢，还是要唱的有点个性。我并不是让你完全去 follow 去模仿周杰伦，但是至少你要有那种他写这个歌里面要表达的他的这种韵味，他的想做的这个东西。你完全做成另外一种的话不是不行，但是它不出彩啊，你不能足以跟这个他的这种风格抗衡。因为有的人他比如说原作者写了一首歌，或者是原唱唱了一首歌是这样的风格，他可以把它改成风马牛不相及十万八千里另外一种风格，但是别人会喜欢会接受，而且会觉得哇眼前一亮，可以这首歌可以竟然演绎成这样子。但是问题你现在的唱的这个不疼不痒的感觉哪也没靠，你知道吗？几不靠。你看哈，在这个歌里面有一些字是 kkkkkk， 那个咬字哈有一种很短的短平快。天晴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那有一些就是要有一些长音在里面，要有那种感觉。但是你唱的就是哒滴哒当滴哒当哒啦滴哒当哒滴哒当哒啦哒滴哒哒哒哒，就少了那种味道在里面。你现在明白我给你做那个味道？你看我这个抑扬顿挫，就是，但是我不知道能学出来不。但是我明白这个歌的味道就是在那儿啊，如果要唱出这个味道的话这个歌就废了。摸沙子好听了，来接着唱。色情担心你只因为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
要注意哈，你不要唱成你演的笑意，这个笑很甜美，你应该唱成你演的笑意，这个笑字咬字稍微这个嘴巴嘴型是撅起来一点的，笑意，你演的笑意，有一点点小小的狠劲在里面，不要你演的笑意，甜甜的，不要这个感觉。唱下去啊，比刚好了啊。其实这个地方要注意，天青色，你有一个从下面往上走的感觉，你是天青色，天青，不要唱的，你想唱二人转。天青色，天就天，直接上去。天青色，天青色，天青色的烟雨，而我在等你，都指引你是天青色，天青色。你去听你的录音。听众朋友，我们可爱的露露非常非常的可爱，永远上课的时候带着永远的微笑。接下去哈，整体你现在唱的要比刚才要好很多，只是说你想把这个歌的这种精华精髓唱出来没这么容易，因为这个歌比较难，就它那种调调，因为你知道吗，唱一个歌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歌，并不是说你喜欢这个歌你就能唱，就在我来看来你并不适合唱这首歌，但是我为什么会教你，就是说你既然喜欢这首歌，那我们就 try 一下看看这个歌是什么感觉。唱这首歌的人呢，不光是说你的技术部分要什么怎么怎么样，他这个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这种歌他的 feeling 很重要，感觉很重要，就是要有那种拽拽的，你看那周杰伦唱的时候就是那种腰来腿不来的那种，就他那个好像让挺很多人挺着迷的那种，嘴巴也张不开的那种啊，他的那种唱腔。但其实我觉得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的讯息，他有那种气质，人家就喜欢那种气质，对吧？吃菜人家说我就喜欢这个菜的味道，那人我就看着他这种气质我就是高兴。但是呢你平时是属于那种乖乖女的女孩子，然后呢很温和的，然后让你唱这种稍微有点反叛拽拽的，你怎么都进入不了那个角色。但是有的人呢，他是演员训练，他可以说你可以生活当中不是那样的人，但是我可以让你想办法塑造这样的人。可是问题是你首先你要有这种素质啊，你有这种 open 的心态，你能不能做得出来，对不对？然后你要是有这个 open 的心态的话，那当然你可以在歌曲里面什么可以随时转换你的角色。但是有的人很难，就是他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第一在生活中他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感性的人，我觉得你是感性和理性加在一起的中间的，但是唱歌要是特别对很多歌唱什么像什么的，大多数人感性比较多一些，再加上理性，再加上他的这个学习的技巧当中的怎么讲，技巧当中的一些抑扬顿挫高低，还有抓住这首歌的要点，这个也很重要。你不能说啊，你光有感情就喜欢你泛滥的用这个感情，那也不行，就说还是要有一个讲究，在有些东西是在硬件和软件之间游走，硬件就是你的技术部分，软件就是你的情感，你所读过的书，你这个人的气质，你这人适合哪种类型，整整加在这首歌里才比较能够塑造出来你是否适合唱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尽力了，就把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点你已经在尽力做了，而且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就是说已经超越了你平时的那种底线，对吧？唱歌的那种底线，想去干嘛干嘛那种，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如果说要把这首歌拿出去唱的话，我就觉得这不是拿出去唱的一首好歌，能表达你自己的。但是你可以玩，你可以去玩，可以尝试不同风格，明白我说的意思吗？